感谢不知道送的狂欢火箭，感谢不知道，来来来，感谢不知道的一个性感大火箭，来来来来，谢我们家 CP 粉头头玩 CP 粉头头大气。我最近学了一首五子棋，可厉害了。你输了怎么办？我输了怎么办？输了就输了嘛，还能怎么办呢？输了叫爸爸，可以吧？等一下，我在直播。嗯，不要转移话题，输了叫爸爸。行，输了叫爸爸，好吧。好，妥了。来，哪个区？哪个区？你定。我定啊。五子棋无尽手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不知道。他声音太小了，我调大一点。无尽手是什么意思啊，兄弟们？无尽手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做无尽手啊？嗯，无尽手和有尽手有什么区别啊？就是随便下啊，没什么区别是吧？无尽手一区，五子棋二十，一百桌。无尽手一区。嗯。然后呢？五子棋无尽手一区最。完了，我自己也忘了。来来来，五子棋二十，一百桌。OK， 我看到你了。开始了。等一下，获取一个窗口啊。五子棋，哎，等一下。兄弟们，我上次看偷偷看抖音学了一招，看一下能不能在这个五子棋盘上面使用出来。看好了啊，不要眨眼。你开呀，你先下呀，你准备呀。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。嗯。我的声音太小了，我声音这么大还小啊？不会吧？有点小。我声音太小了。声音调很大。来，你先下。我声音动都没动还小啊？哼，哎呦，我能回去吗？嘿，不行。那有啥？你跟我不一样的吗？我下错了呀，我乐意，我开心，行，我就爱这么下，可以，怎么地？看没，兄弟们，不给他任何的机会，我不可能给他一丝丝的机会。我感觉他的招法跟我一模一样呀，兄弟们，他这一招跟我一模一样。我这波棋路叫做紧逼无奈。你是不是看抖音学了这一招啊？哼，不，这是我自创的，没想到吧？我怎么感觉你在抖音好像学了一招啊你？你是不是不敢下来了？噔！我赢了呀！你赶紧下，你别就赢了。怎么就赢了呀？我已经赢了呀。你是怎么就赢了呀？怎么赢了你自己看嘛，我都赢了已经，你还跟我笑。嗯，赢了吗？然后呢？他赢不了的呀，他怎么能赢呢？他怎么能赢呢？做梦呢？想？哎呀，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下好屋子一下这么慢呀，我的天哪！哎呦喂，思考好吧，需要思考吗？不是，不会有的人的脑子真的转不过来吧？那肯定要思考的呀。这是什么招法？哪里？我赢了吗？我怎么能赢了？我哪里赢了？我哪里赢了？
啊？你赢个鸡儿，你赢。哎呀，好焦灼呀！你在装你妈呢？你在装什么呀？我在装，有你装啊！搞快点！哎呀！等一下。我赢了呀！哎，你怎么就赢了？你静一下。哎呀，完了呀，吐了呀，这个人。嗯，你搞快点好不好？你不输了吗？在我还不够快吗？你不输了吗？哎，我这次是了狗了。嘿嘿，太菜了你。再来一把，再来一把。喊。再来一把。你输了。爸爸。哎，真乖哦，端午节安康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再来一次。哎，真的是。你好菜啊，你们这次不可能输了啊，这次不可能，开个盘，开盘，开盘，这次真的不可能输了。你进来没有？我看一下啊，五分钟刚好一把，开盘，开盘，开盘，等一下，不太对啊，不太对。好，我下慢一点，我也要思考，这人坏得很，我跟你说。我坏你二大爷，我这坏，我操。我这下的应该是没什么毛病。OK， 主动权限在我们的身上。这是什么打法呀？嗯，不告诉你。哎，等一下啊。嗯。等一下。思考一下。开挂他妈也太秀了啊，开挂也太秀了啊，可以的，你这个棋下的太好了。我这把棋绝对下的好，真的。你这个棋下的是太好了。 你真的赢不了了，像鬼一样吗？没有觉得甜甜蜜蜜吗？没有觉得甜蜜的感觉吗？嗯，这样。我靠，你这个我太被动了呀。哎呀，你不行了呀。你这个我太被动了呀。哎，你从哪学的那个五子棋啊？我没学啊，我这个打法有规律吗？没规律啊。嗯，没规律啊。我棋下错了，看啥攻略了？这棋都错了，还看啥攻？我操，这个棋看起来很厉害啊。这棋看上去就很吓人。是呀。我赢了呀。哎。哎，你赢了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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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赢了吗？你赢了吗？哎呦！嗯嗯嗯，听说他赢了，兄弟们。那我输了呀。
这把输了也要叫爸爸啊。这么狠吗？我想想啊，他等会儿肯定要堵我，然后他堵我的话他就下这里对吧，毛毛是什么鬼，他下这里对吧，我就再下这里，他再下这里，然后我去堵他下这里。嗯，哎呦，这步棋我没有想到的呀，兄弟们。这步没，这不是有手就行吗？这一步棋。哎，我赢了。你咋又领？你咋又赢了呀？哎呀，再见了，儿子。换了，换了。叫。爸爸。哎，乖儿子，儿子真乖。你啥时候死？皇上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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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来了。来了，你不是不让我死吗？你不是让周姐去死了吗？我说我还活着呢。我问你什么时候死？嗯，死不了啊！你不让我活着吗？把你 ID 发我，拉你了。超甜呆妹儿，好恶心的名字呀！你说你让我活下来，你还会嫌我恶心？你这个人真的是，先给兄弟们说一下本次活动的一个内容，好吧？嗯，你介绍还是我介绍？你来吧。那行，我先给兄弟们介绍一下本次的咱们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内容啊，先跟大家说一下，免得大家不知道等一下要干嘛啊，请大家仔细听一下啊。你是这个潜意那段爱吗？我是 calling， 我是那个字母 calling at。完了，我进错队了，你再拉我一次。好的。我这声音还小啊。我自己声音小，我已经把你的声音调很大了。你们在我直播间听的小还是怎么说？不可能呀，我自己听我自己声音很大的呀。就意思你小。哦。嗯，声音不小了吧？你的声音太大了吧？应该。我声音太大了，那我把我声音调小一点。你倒是介绍规则呀！给兄弟们介绍一下规则。嗯。今天的话，我们会打一把英雄联盟双排，一下英雄联盟双排，然后双排的话是。嗯，两个人进入同一把游戏，然后带他双排嘛，杀一个人累积两分，助攻的话累积一分，死亡减去一分，然后谁分数高的话，另一方就要接受惩罚，惩罚的话由胜者方定，好吧？嗯，就是杀一个人两分，助攻一分，死一次一分，扣一分，死一次减一分，对，死一次扣一分，嗯。嗯，我现在有新的英雄了，兄弟们。然后超管很贴心，在打完英雄联盟之后会有个双排吃鸡，吃鸡也是一样。嗯，第一把双排米拉玛比人头数，一个人头数累计一分。第二把双排雨林地图比人头数，一个人头数累计一分。第三把海岛地图活到前三累计五分。惩罚那积分少就接受惩罚。兄弟们，今天是非常公平的啊！今天是非常公平的。那我就不让你了。我们这次的、那我好像只有英雄联盟可以赢你了。不用让我，不用让我，不用让我，不用让你是吧？我今天要玩比较牛逼的英雄了，你完蛋了。可以的。兄弟们，我现在就要用我新练的英雄，蒙多。可以的，蒙多可以。嗯。玩什么英雄？吃鸡我肯定会输呀，那你不是废话吗？吃鸡我他妈吃，我吃鸡屁股都费劲，还吃鸡呢？这他妈很烦的。嗯，跪求 C 字库 ，C 字库是啥呀？兄弟们，咱玩什么英雄
好一点的。声音大一点。我每天直播不都是这个声音吗？声音很小吗？我每天都这个声音啊。讲道理。班蒙多嘛。你们说班蒙多他们的他的直播间肯定在说班南刀。肯定的。南刀肯定要被他搬的。然后把他蒙多搬了，我没必要搬他蒙多，他蒙多没必要搬他，我是很讲武德的好吧。声音大一点，我这声音也没变化呀，声音不大呀，声音不小啊，讲道理啊，这他妈很烦啊。规则没说不可以搬对方的英雄，是可以搬的。你们听不到我声音吗？啊？哇呀，声音不大呀，声音不小啊。我声音不小啊，你们说我声音小？声音不小的好吧？瞎搞你。声音巨他妈小，我打上单。声音巨他妈小，要给我没毛病。那就没办法。今天带训哥飞一把。我看你是关云长放屁，不知道脸红，什么水平还要带？哎，我蒙多现在真的很强的。哎，我蒙多最害怕什么了？剑姬，我上次打剑姬被剑姬打爆，把剑姬先给他禁。可以。无所畏惧了，兄弟们。嘿，我看一下这个被动是什么。声音现在18可以调到1.8米吗？我都说我是。你今天吃粽子了吗？没有，没有吃粽子。你们那边没有吃粽子的习惯吗？斗鱼记的粽子不太好吃，没有吃。他真是。我跟你们说，就是每次斗鱼过节都要给我们寄好多东西，然后其实并不是很好吃，然后超管还要压着我们发鱼吧。唉，现在怎么样？绝了。现在声音是合适还是刚刚好？我这边把你调到最大是刚刚好，所以你应该再大一点。完了，我蒙多被人选了，那太好了。那完了，我不会别的上路呀。那你找个班上一下吧。我是他辅助吗？可以了。声音是和哦，光辉辅助，光辉可以蹭人头。可以了。还是露露吧。你上单玩露露，我靠！你想蹭助攻你？没，但是没事。我上单玩露露也行，也无所谓的。我打上单。露露，你玩啥都行，玩啥都赢不了，我都没必要玩难道欺负你。我打上单露露，兄弟们，我可以打上单露露的，我可以打上单露露的。现在的声音应该是刚刚好了吧？因为我把背景音乐开的低了，所以就好了。我的音量已经拉到100了，调不了了。上单露露。上单露露。兄弟们先出啥呀？我完了没打。露露可以上单的吧？我记得我之前有看比赛，是有选手露露上单的，知道吗？就你们不，你们没看过，不要就觉得不能打，再大声一点，我已经很大声了，兄弟们，再大声的话怕吓到你们。讲道理，这声太小了，太小了，你咋知道的？你咋知道太小了？我光看你，我就能看出来，看你的面相，我就能看出来。哦，那你太厉害了呀！看面相的，我给你算过，知道吗？看面相都能知道一个人小不小，不好。你人都那么小了，你还能大到哪里去？我操！你这个就过分了，你可以侮辱我，但是你不能侮辱我的身高，你。
我得想好今天惩罚了什么、嗯、我这把虽然是个上单露露，虽然我没有玩过上单露露，但是我的露露啊，说实话打的是真的挺好的。可能有很多水友觉得我在吹牛逼，但是真的我现在自从上次被智群暴打之后，我苦练英雄联盟，我现在已经和之前不一样了。对，那如果你坑了的话怎么办呢？啊，我坑了就接受惩罚呗，对吧？我都想不到惩罚你什么。嗯，我想到这样吧，如果咱俩谁输了，咱俩就拍个抖音，好吧？就拍抖音，就说，比如说现在你输了，然后你就拍个抖音，哦、然后你就说，嗯，我是智勋，然后我输给了呆妹，啊，呆妹是我爹之类的。那不行，那这个那不行。那你可以跳舞啊，我是辅助，为什么是辅助？你是上单呀，你是上单的，他抢你位置，这你不破防？嗯，那不行的。他直接把你位置抢了，这你他妈不破防？不行，我就去上单，我走上，我破防了，我生气了，什么意思？太过分了！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或这样，就你输了，比如拍个抖音说，啊，我输给了呆妹，我现在要给呆妹跳一支专门属于她的舞，让你给我跳舞。我看你是癞蛤蟆打饱嗝，屎吃多了你。谢谢 ZZCC 的先锋飞机，大气。谁辅助转？嗯。那如果你输的话。这把你输了，你喝一桶那种怡宝，好吧，一桶。咱俩惩罚放成一样的呗，就是怡宝放到下一个惩罚呗。下一个。就我输了我也拍一个，你输了你拍一个。撸啊撸咱打几把呀？都行。都行啊，那行吧。嗯。我都行，我最近挺喜欢玩撸啊撸的，真的。可以，那挺好。所以你把我的水友打爆了，真的。水友打爆了，那你水友是有多菜啊？水友是你菜啊？天北、嗯、兄弟们，天在家多练练技术。我第一件出什么香炉吗？你第一件出日炎吧，你打上单可以出日炎的。我打上单出日炎？啊，可以的呀。认真的吗？嗯、你不会以为我在骗你吧？我觉得你真的在骗我，我真没骗 你上路是可以出日炎的，你看你蒙多出日炎，那你其他英雄也可以出日炎。嗯，他很难受的兄弟们，他非常难受，而且出日炎很有个好处，就是很好混助攻，万一你死了你就混不了助攻了，好吧，你活着哪怕你不杀，你只要给队友套个套，你就可以混到主攻，对吧？你不出日炎，你出个冰冰。Nice， 怎么样？我拿一血了。这个上单这么下饭吗？给你拿一血了，可以吧？不是吧？这个人不会是直播间的水友吧？故意送头给你？没办法强啊。我吐了呀，这谁顶得住？哎呀，兄弟们，强呀，没辙呀。这个人不会是演员吧？故意给你送头，他不会玩送死刘三恩。那这把坏了。嗯。打得好，怎么能说对面是演员呢，兄弟们？哦。没办法呀，强呀。可以呀，三 D 最近英雄联盟玩得不错呀，你。随便打的、啊、不是我先出啥呀，你出那你都打出优势了，那你肯定要出大面具呀，是不是？我出大面具吗？我不是出日炎吗？你都打出优势了，你不出点伤害，对吧？那不太可惜了。我到底是啥？吹屁大面一开始就变成出大面具啊？来了呀，拿头了呀，小一贼。
W。辅助装，辅助装肯定不行啊，可以啊。恭喜这位！哎呀，兄弟，我操，为什么不再扛一下？我日你哥，我死一次要扣一分呢。哎呀，分没了呀！死一次扣一，没事没事，死一次扣一分无所谓的。这个厄罗伊为什么不多扛一下？这么多血，咋的了？你是林黛玉啊？先出卢登比较好，还是先出那个啥比较好？先出卢登比较好，还是先出面具比较好？你都会玩，你搁这故意骗弹幕让水友吗？没有啊，他弹幕说的，他们说让我先出卢登，又让我先出面具。你先出卢登吗？嗯，等于没啥，我三分了，我现在有三分了，不慌的。干啥呢？这是。答应我，尽量不要吃我的兵，可以吗？跑真快。嗯。我帮你吧，呆弟。不用吧，没必要吧。没事吧，我来帮你吧。没必要吧。帮你拿个头吧。没必要吧。给我戴个套就行了。是你想拿还是？这你不给他变羊？好。变了，我扛塔呢。哎呀。我拿两分，你拿一分，还可以。总的来说。我亏了呀。那我不帮你抓，你一分拿不到啊，讲道理。嗯，那我还是少你一分啊，这是咱俩竞争啊。哟，交闪现。那我出面具还是出卢登？卢登和面具只能出一个是吗？那我出啥呀？你出个卢登，再买个面具嘛，可以，还有个面具可以买的呀。真的假的？有两个面具啊，一个是神话面具，一个是传说面具啊。好，那我先出卢登。啊。先出卢登嘛，讲道理，不亏的，嗯，好 ，nice， 我该卖了他，我还帮他扛塔了，好气呀！把我卖了也太去了吧，把我卖了可以啊，可以把我卖了呀。没事，兄弟们，卖人的环节后面再开始。哦，现在还没开始呢。这么会吗？你好像卖不掉我吧？我这英雄不怕你卖的，讲道理。嗯，我可是有自保能力的。你有自保能力啊？我有血手呀，呆哥。哇，这么凶吗？死不掉了呀！我现在已经可以不死了，接下来我已经无敌了。嗯，我这个打法是不可能死的。等他越我。嗯。更何况我还要呆地的大招，怎么死？根本死不掉。你以为我的大招会给你？你不给我，你确定不给我？你不给我，你给谁呀？啊？给我自己啊！哎呀，又赚一分，好烦呀！又赚一分，我都八、哎、我都八分了，你又赚一分，你开心啥呀？我目前七分，你目前只有四分，我压你三分。我马上就要站起来了，马上就要站起来了。嗯，这有啥的？兄弟们，马上就要站起来、嗯，马上就要站起来了，马上就站起来了。加粉丝群，看这个上面的这个介绍栏。至于这么抓吗？一个微信。这赛恩也太下饭了吧？加就好，感觉。好下饭呢。那你们那边是甜粽子还是吃咸粽子啊？嗯、我咋知道？我不吃粽，我粽子我喜欢吃那种，咸肉粽，咸肉蛋黄粽，翻墙。我喜欢吃甜的，我吐了。你喜欢吃甜粽啊？我喜欢吃甜粽，对。我喜欢吃红豆沙的。哎呀，300块！起来了！哎呀呀呀！流浪咋来了？家呆小姐姐的两个火箭，感谢我们家呆小姐姐，呆小姐姐大气，祝家呆小姐姐端午节安康、嗯，越来越大，顶天立地。
有玩不玩的男人。哎，那又打我。男人是拿来玩的吗？啊？你天天不都玩女人吗？我啥时候玩女人了？你那点陪玩女人是拿来呵护的。能不能给我来点凉快点的照片啊？那是在呵护吗？那是玩吗？那是调戏好吧？那调戏啊！给我来点凉快点的照片，求求你了。凉快的照片咋了？哎呀，小姐姐，我想看看凉快点的照片。你是不是偷偷看我直播学会的呀？啊？没有啊。那你怎么知道我天天问凉快的照片呢？啊？这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吗？那谁跟你说的？我怀疑你在偷。所有人都知道啊。有，来来来来来来。下去了，上路下去了。来来来，上路下去了。来，上路下去了。来，我都不掉血，你跟我打。这把刀，是我的最爱。完了，兄弟们拉到库里了，上路去抓你了。抓我？他又回来了。我看你是马保国看客大力士，不知深浅，他要来抓我。回去你是不是要死了？不了，喊上爸爸，我现在立马上来救你。不用不用不用。确定吗？像我们家小蜜呢？确定不用是吧？不用。谢小蜜的飞机，感谢我们家小蜜的两个飞机。大气，谢小蜜的两个飞机。啊，好焦灼。赶紧推线呢，帮你抓一波。我怀疑他那有眼儿。来，帮他变个羊。算了，不需要你变羊了。哎呀，没 K 到头啊，兄弟们！哎呀，K 头。哎呀 ，K 头也过分了吧？哎、然后我看你是厕所里跳高，简直就是过分了你，你还想 K 头啊你？哎呀，难受，没 K 到头，哎呀，没 K 到头，我想 K 他头都没 K 着 ，K 不到头的呀，我这装备已经无敌了，讲道理，难受了，再买个棒子吧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为什么你们这个粽子的口味还能搁这聊起来了呢？有的人喜欢吃甜粽，有的人喜欢吃咸粽，也太秀了吧！那应该是法川咸吗？我说错了，我要吃粽子。你们粽子的口味还能聊起来？这谁顶得住？请问是狮子厉害还是老虎厉害？好吃。我还是喜欢吃红豆馅的，我还喜欢吃肉的。你喜欢吃肉馅呢？可以的。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吃红豆。你这人耳朵自动屏蔽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说自身。好溜了。大象厉害，兄弟们，今天吃粽子吗？今天吃粽子啊。端午节今天要吃粽子，我喜欢吃红豆馅，笑死了！我跟他说。我不喜欢吃肉的，我还是喜欢吃红豆馅。他问我母老虎厉害，你喜欢吃肉馅的吗？为什么动物很多都是女的厉害？绝了，讲道理，你看那个狗，那个毛狗，非洲二哥，他也是母的厉害，这是为啥呀？啥呢你？一般，这个就很奇怪。你看老虎，他就母老虎厉害，对吧？这就很奇怪了。啥呀？你在说啥呀？你看就不看，啥就母老虎就厉害了，公母老虎不厉害。你看就是那种不看那种自然科学动物世界的人，懂吗？公老虎就不是老虎呗，这个意思。像我们男孩的比较可以，比较感兴趣这种科学。我有大。我大。像那个非洲二哥，那个他那个母的，他的体型就大一点，厉害一点，懂吗？啊，这有个蒙多，这有个蒙多。那叫毛狗。哦、有人说那叫猎狗，管它是什么狗，只要是狗就行了。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咋了？你怎么死了呀？你死一次要扣一分呢？讲道理，我现在已经22分了，我现在已经20分了。这样不行的，咱这样的惩罚不行。那你杀了一个跟两个也没啥区别啊。
我这么一直刷应该什么又没区别了，什么就没区别了，就好比说你考个六十分跟考个七十分就没啥区别了，那搞得我就没起来而已，搞得我都没有动力了。刚才要是只有蒙多一个那就必死无疑，真的。咱这把分高的话再额外的话有个额外惩罚。什么玩意儿？不然的话，你那个我拿二十分，你跟你拿五分有什么区别？跟我拿两分，你拿一分没啥区别。瞧不起人了是吧？哎，他死了。兄弟们，他开始瞧不起人了。这个蒙多都把塔都推了，这蒙多应该是送死刘塞恩。可以的，是个狠的。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兄弟们，我们还是有赢头的。比基尼我都看腻了，兄弟们，还是在刷比基尼呢。兄弟们别刷比基尼，我都穿腻了。你都穿腻了，我都穿裤 了。你平时私底下会穿什么泥？嗯，我已经不想穿了。我每次穿比基尼之前，我得先吐一下。哦，可以的。像你有腿毛吗？谁没腿毛似的？干嘛？女孩子不都是用那个脱毛膏吗？完了完了。嗯，你平时会脱毛吗？我不需要脱毛，我毛少。哦。干嘛？你毛多吗？我头发挺多的。我头发也挺多的。嗯。在干嘛这？你这把输了能接受一个惩罚，就拔腿毛吗？就能拔十根腿毛？拔腿毛？啊！十根？我都说我毛比较少了，你还要让我拔我的腿毛？拔腿毛呀，拔十根腿毛。拔十？不是拍抖音吗？或者说把十根除了头发完了我点错了，除了头发的毛，把十根凑够十根就行了，好吧？赚了。腿毛啊，这个腋毛啊都可以，只要是十根就行，好吧？这个惩罚可以吧？你怎么那么变态呀、啊、你、啊？我靠，那你能拔你的六六毛吗？我操！我说你的是腿，我他妈说你的是腿毛，你怎么说这种虎狼之词呢？啊，我有个金身是吧？那、哎、干嘛老让我拔我的毛啊？那没啥惩罚可以惩罚了呀，啊？拍抖音啊，多好玩啊！向全网证明。AQA 接 W， 接 A 太大没用，接 A 我忘用了，兄弟们。给钱。别杀了！别杀了！别杀了！我算我现在几分了？我现在是四八。六分，我现在六分，大家智勋多少分啊？智勋二十八分，我二十八分。兄弟们，跟他说一下规则：拿一个头两分，死一次扣一分，一个助攻加一分。我跟他 PK， 谁分高谁要接受，谁要可以就是可以命令对面做惩罚啊！这超管的任务、啊，这也太离谱了。我们只是配合超管的话，做做任务而已啊。超管非常贴心，每当逢年过节呢都要给他整活啊、啊，真的吐了。嗯，我觉得刚才我说的这个惩罚挺好的，拔毛惩罚。我觉得不是很好，我毛还真是你，我好你腿毛的差一点，什么意思？他在说什么虎狼之词？嗯，我说我毛少，我拔了就没什么毛了。那正好不用脱毛膏了呀，那挺好的呀。你是狗吧？你是狗吧？你知道什么叫做物以稀为贵吗？物以稀为贵，我好。别杀了，别杀了，别杀了。来了，老弟。别杀了，不行，我也来了。来了，老弟。Q 位移，好，你想跑可以，没有用。Q A W。走慢点，哥。哎，可别给他带套，哎，嘿嘿。好家伙、嗯！气不气啊？想带套不给你带。嗯。好家伙，
啊，不让我带。那你可以拔十根鼻毛，可以吧？你是狗吧？你是狗吧？你咋玩不起呢？咱们就拍抖音嘛，咱们就拍抖音嘛。这个咋了？这个咋了？这个又不搞黄色。你还没赢呢，别急，等你赢了你再定。啥没赢？我现在站着不动，你也输了呀。那你别动。我现在站在泉水，你也输了呀？你怎么赢？你别动。把你卖了。天哪，我应该把你卖了。300块，麻烦。哎呀。嗯，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么……嗯，怎么这么多水友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人怎么……哎，这个人怎么都来这边了？哦，暗行者之爪，我好难受啊！这谁顶的？好难受呀，兄弟们！你输了呀，他们投了，讲道理。别呀！我觉得我们可以三局两胜，积分制怎么样？不行，一局一把惩罚，不跟你多比比。嗯，我猫都已经玩得很好了，兄弟们，真的已经很好了。无奈敌人更强呀，兄弟们。怎么说？你看我已经很好了，真的。兄弟们，第一把惩罚怎么说？你说嘛。拔十根毛吗？不说了吗？拔五根吗？你发誓真的狗了？我真的，我。拔五根毛吧，我找找，或者拔十根毛啊？拔五根毛，腿毛？拔十根或者五根？不是，主要我的腿毛它是……我这把我来吧，上单吧，我就不欺负你了吧？好吧。我想玩蒙多。你想玩蒙多呀？那行吧。我想玩蒙多。我想玩把狗头。你别玩。你换一个玩，你别玩那个男刀。那玩吧，提莫吧，好吧。可以。不是，我这毛太短了，你们看得见我这毛吗？我这毛都白色的。你啥时候拔？现在拔还是等一下拔？我现在拔呀，拔不下来。好，现在拔去，我去你直播间看啊。不是，问题是拔不下来呀，这个。拔不下来，那就。太短了。看看啊。不是你的毛太白了，是你的美颜开的太狠了。看不到毛，没有，毛真的白的，我毛真的白的。你是毛真的是白的。你是，你咋很尽力的在拔了，兄弟们。嗯，你为什么拔腿毛呢？你腋毛也行呢。我看看我有没有腋毛啊？我腋毛长得更少，真的。啊，你腋毛也可以啊。你腋毛不行的话，还有。看一下自己的腋毛啊。毛也可以，完了，腋毛不行的话还有，完了，我腋毛也是很，我室友死三天了都没你这么白，几乎没有，哎，有一根，我试试啊，我室友死三天都没你这么白，可以，那咋办呢，兄弟们，他没有毛。那咱得换个惩罚，我再拔了已经。那咱得换个惩罚了，他没毛。讲道理，这对啊，兄弟们，我没毛呀！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为难我呀？我没毛呀！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啊？我真的是服了。来玩蒙多，哎，完了，我的蒙多呢？